真耶稣教会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，旧约圣经路德记第一章一节。当叔叔办证书的时，国内拄着饥荒，伫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伊的某甲两个囝去摩押地架卡。这个人名叫伊利米勒，伊的某名叫雅俄米，伊两个囝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拢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因到摩押地就住伫遐。三节。后来雅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死，放了附近人甲伊两个囝，这两个囝娶摩押的查某囝做某，一个名叫俄尼巴，一个名叫罗德，伫遐住约有十年。马伦甲基连两人也死，剩雅俄米无丈夫也无囝。六节，伊就甲两个媳妇起身要对摩押地躲去，因为伊伫摩押地听起耶和华眷顾家己的百姓，赏赐美娘给因。对安尼，伊甲两个媳妇起身离开所徛起的所在，要倒去犹大地。八节，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讲：恁达人倒去老母的厝，愿耶和华好款待恁，亲像恁款待已经死的人甲我一样。愿耶和华予恁达人伫新丈夫的家得到平安。对安尼，拿俄米甲因三金，因就出声啼哭，讲：妈，我要嫁你，三个倒去你的本国。拿俄米讲：我查某囝倒去啊，为什么要嫁我去呢？我要会生囝做恁的丈夫吗？我查某囝倒去啊，我年纪老迈，未会阁有丈夫。我若讲我要有五万，今日若有丈夫，也会生囝。恁敢会贪好因大汉呢？恁敢会贪好因无嫁别人呢？我查某囝唔通安尼，我为着恁的缘故，真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十四节，两个媳妇阁出声啼哭，俄尼巴甲大家三金都离别，总是落得放袂离雅俄米。十五节，雅俄米讲：看，你的兄嫂已经倒去伊的本国，甲伊所拜的神遐，你也着对你的兄嫂倒去。十六节，落得讲：唔通劝我倒去，无管对你，你去遐，我也袂去遐；你歇伫遐，我也伫遐歇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你伫遐死，我也伫遐死，也埋葬伫遐。除非死会乎你我查理，唔无愿耶和华加倍会责罚我。十八节，雅俄米看起罗德决意要军队家己去，就无阁劝伊。十九节，对安尼两人三脚行来到伯利恒。因到伯利恒，同城的人拢带一条，才会附近人讲：这是雅俄米嘛？雅俄米对因讲：唔通叫我雅俄米，得叫我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予我受大苦。二节，我满满一出去，耶和华予我空空的倒来，耶和华降灾的予我，全能者予我受苦。既然是安尼，恁为什么要叫我拿俄米呢？拿俄米甲伊的媳妇摩押的查某囝罗德，对摩押地倒来到伯利恒，都是动手割大麦的事。罗德记第二章一节。雅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一个大好业的人。摩押的查某囝罗德对雅俄米讲：予我去参你，我得到什么人的恩典，就伫什么人的后面捡袂遂。雅俄米讲：查某囝，做你去。三节，罗德就去，
来到田里，伫收割的人的后面捡袂遂，伊拄好到伊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迄区远，波阿斯拄对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讲：愿耶和华甲恁同在。因回答讲：愿耶和华赐福予你。五节，波阿斯问监管收割马的仆人讲：迄个是虾米人的查某囝？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讲：是迄个摩押的查某囝，对亚尔米对摩押地倒来的。七节，伊讲：请你准我对伫收割的人的后面捡几捆剩的一麦穗。伊对早起伫搞大，除了伫厝内坐一点仔久，常常伫遮。八节，波阿斯对罗德讲：查某囝，都听我讲，毋通去别人的田园捡麦穗，也毋通离开遮，都常常甲我遐女婢做阵。我仆人伫对一区伫收割，你就对因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，毋通欺负你。你若嘴大，就通到气库遐啉仆人抢来的水。十节，罗德就趴伫地里拜伊，对伊讲：我既然是外国人，怎又会得到你的恩典，安尼看顾我呢？普阿斯回答讲：对你的丈夫死了后，今仔日对大家所行的，搁你离开父母甲本地，来到你平素毋捌的百姓中，这些事人全部拢甲我讲明啦。十二节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实下，愿你得到伊的赏赐。罗德讲：我的主啊，愿在你的面前得到恩典。我虽然未必得你的一个女婢，你要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十四节，到食饭的时，波阿斯对罗德讲：你来遮食饼，将饼搵错。罗德就伫收割的人身边坐地，因将香的麦穗摕予伊，伊食饱，要有剩的。十五节，伊起来，搁去捡麦穗。波阿斯吩咐仆人讲：伊就是伫鬼困的中间捡麦穗，也通用温伊，唔通予伊见笑。也着对规捆的抽淡薄，放伫地里，予伊吸，毋通化伊。十七节，安尼罗德伫田里吸袂遂，直到下昏，将所吸的来拍约有一依法的大马，伊就将所吸的带入城，予大家看，佮将伊食饱所剩的摕予大家。十九节，大家问伊讲：你今仔日伫倒位捡麦穗，伫倒位做工呢？愿迄个看顾你的得到福气。罗德就甲大家讲：我今仔日伫一个名叫普阿斯的人遐做工。二十节，那后面对神父讲：愿迄个人得到耶和华祝福，因为伊无衰因代活人死人。那后面佫讲：迄个是咱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亲的亲属。记载摩押的查某囝罗德讲，伊对我讲：你着跟随我的仆人捡麦穗，直到因收了我的五谷。那后尾对新妇罗德讲：查某囝，你甲伊的女婢出去，无予人看起你伫别人的田园，这正是好。罗德就甲波阿斯的女婢常常做阵捡麦穗。直到收了大麦甲小麦，罗德依然甲大家相佮大。罗德记第三章。一节，罗德的大家拿耳鼻对伊讲：查某囝，我敢毋得为你找一个安心的所在，予你享福吗？你甲普阿斯的女婢常常做阵，普阿斯敢毋是咱的亲族吗？伊今日伫我国场拔大马，你着洗身躯、抹油、换衫，落去到我国场，总是毋通予迄人认着你。
你探讨伊食啉了，到伊困的时，你着看准伊困的所在，就入去掀开伊脚的被，倒伫遐。伊要甲你讲所得做的事。罗德讲，今仔你所吩咐的，我拢遵行。六十，罗德就落去到五谷场，照伊的大家所吩咐伊的来行。波阿斯食啉了，心内欢喜，就去困伫马堆的边啊。罗德就连脚入去，掀开伊脚的被，倒伫遐。八十，到半暝，迄人忽然着惊，翻身。想袂到有查某囡仔倒伫伊的脚下，伊就讲：“你是虾米人？”回答讲：“我是你的女婢罗德，求你用你的纱机来压看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。”十十，波阿斯讲：“查某囝，愿你得到耶和华祝福，你落尾的因比前的较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善乡好业。”你拢无对伊，查某囝，现在唔免惊。既然你所讲的，我要照行。我本城的人，拢知你是一个好德行的女子。十二节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，总是要有一个人比我搁较亲。你今暝伫遮休眠，明仔早起，伊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予伊。即使若唔肯，我只应承的耶和华来救抓，我要为你尽本分，你只管多吃到天光。十四节，罗德就伫伊的脚下倒到天光，人彼此未认得的时就起来。波阿斯讲，唔通予人知有查某囡仔到我国场里，佮对罗德讲，拍开你所满的外衫，伊拍开。波阿斯就牛六半只的大马，予伊派伫肩头顶，伊就入城。十六节，罗德倒去到大家遐，大家讲：“查某囝，呾怎样啊？”罗德就将迄人对伊所行的拢甲伊讲，佮讲：“迄人予我六半只的大马，对我讲，你毋通空手倒去见你的大家。”大家讲：“查某囝。”你通安心坐伫等候，看这个事怎样成就，因为迄人今仔日要办成这个事，的确无煞。罗德记第四章，一节，波阿斯上到城门，坐伫遐。如波阿斯所讲的迄个至亲的亲属经过，波阿斯讲：“某人啊，请你活来遮坐，伊就来坐。”二十，波阿斯佮对本城的长老中拣十人对因讲：“请恁坐伫遮，因就拢坐伫。”波阿斯对迄个至亲的亲属讲：“对摩阿地倒来的那奥米。”现在要卖咱本族的兄伊利米勒的迄块地，我想当属迄块地的是你，第二是我，以外阁无别人。你通伫遮的人的面前，甲我本国的长老的面前讲明，你若肯属就属，若毋肯属就甲我讲。迄人回答讲：“我肯属。”莫扎普阿斯讲。你对那尔米的手中买这块地的时，也得娶死人的某摩押的查某囝罗德，予死人伫产业尊老伊的名。六十，迄人讲安尼，我就袂当属伊，恐惊伫我的产业有碍着。你通属我所当属的，我袂当属伊。七十，早前伫以色列中要决定什么事，迄是属会。迄是交换，这人就烫下予迄人。以色列人拢用这个做证据。迄人对波阿斯讲：“你家己买，就将下烫落来。”九十，波阿斯对长老甲众百姓讲：“恁今仔日做见证，今仔属伊利米勒甲基人马伦的，我拢对亚尔米的手中买来，佮娶马伦的某。”摩押的查某囝罗德做某，
通伫世人的产业里尊留伊的名，免得伊的名伫本族本乡灭无。恁今仔日通做见证，十一节伫城门坐地的众百姓甲长老拢讲：阮做见证，愿耶和华呼入你的家的这个查某囝，亲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拿结利亚两人一样。各管理的依法他得到行通，在伯利恒得到名声，愿耶和华对这个少年查某囝赐你后代，和你的家亲像他妈对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。十三节，对安尼，普阿斯娶罗德做某，甲伊同房，耶和华和伊怀孕生一个囝。遐富人人对那尔米讲，耶和华是应该恶落的，因为今仔日无放杀你，比较你无至亲的亲属，愿这个囡仔在以色列中得到名声，伊要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年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迄个新妇所生的。有这个新妇比有七个囝要较好。十六节，那俄米就将囡仔抱伫胸前，由伊亲像老母，厝边的妇人人讲，那俄米有得到囡仔，就甲囡仔号名叫俄比德。这个俄比德是亚西的老爸，亚西是大卫的老爸。十八节，法勒斯的后代记伫下面，法勒斯生希苏伦，希苏伦生兰，兰生阿米拿达，阿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文，撒文生普阿苏，普阿苏生俄比德，俄比德生亚西，亚西生大卫。